澳洲因为反声音的现象出现了强烈气旋，就在东北角的黄金海岸卷起了有如 cappuccino 咖啡奶泡一般的泡沫。就有一只狗狗，它陪主人呢是来海边戏水，看到这个从未见过的景象，太兴奋就冲进海水泡沫里，结果就失去踪影了。怕爱犬被海水给溺死，所以主人呢跟其他的游客就在这个泡沫中搜索，呼喊着狗狗黑手的名字，最后终于是找到了爱犬。